呀，都5、6年了没回来，家里面还是这个样子，不知道我老婆还在不在家，有没有跑掉？有人在家吗？有人在家吗？谁呀？我回来了。是你啊？几年不回来，连声音都变了。听不出来，你回来干什么？啊？这几年赚到点钱了，就想起家里面了，回来看看。你这装了装样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我老婆呢？啊？就知道啊？这个小孩？你还有脸回来？许愿吗？你想想，以前经常9点去上工，别人小孩他奶粉钱。你要哪一找？你哥哥吗？你知道你找以后，你老婆整天有多苦，要当爹要当妈，喂猪喂鸡，管这个家庭，你的电话不打，你个几年当中你去哪里了？我以为你死了呢，你根本没有当到父亲的责任。你根本没当到儿女的责任，你先天来回来，我真的无脸见你，我替你丢脸了，知道吗？我也不想啊，既然当初都赌出了那么多钱，我不跑路，人家说把我手也都砍掉。做人不踏踏做人，不踏踏是做事，你偏偏要赌，我看你。就走吧，我能去哪里？不管你去哪里。哎，老婆，你没走啊？宝贝，妈妈回来了。老婆，老婆，你还在交个家里面呢、啊？我以为你跑掉了，你还有脸回来？老婆，原谅我吧。你别碰我！你还知道你有个家？你回来干什么？啊？我经过这几年出去闯荡反思，我知道我错了。你错了？你错在哪了？啊？我不应该赌。不应该赌？你就是为了自己一死几之力，你有想过我妈妈的小孩还吃奶粉呢？你居然把孩子的奶粉钱你都拿走，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呢、啊？啊！我知道错了，知道错了，算了，我所有的苦难我都熬过来了，现在你一去回来了，就了当了吗？啊！你有想过我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？我知道错了，照顾老的要照顾小的，每天家里家务那些家务上上下下不都是我一个人打理？啊！我赚到钱了。回来补偿你们！我不要你的钱，你对得起我吗？多少年了，一点音信都没有，一个电话也没有。我对不起你们。人家都说，人家的村里面的人都说，都叫我跑掉，说你已经不在了，说你在外面死掉了，叫我另改嫁，叫我带着小孩走。可是呢？你老爸那把老了，当时你走的时候，小孩还在吃奶粉，还要钱。你老爸还好，他还有点能力去做工，去工地里面扛水泥，不然我跟孩子早死掉了。我知道错了，知道错了，你一句知道错了就让你们受苦了，就能弥补我这么多年的。我苦吗？我现在知道错了，我会好好。知道错了，回来不是你错，不负责，是我错。你咬不叫，哎呀，不是我错，不是你错。我要不是看在孩子有个完整的家的份上，要不是看在你爸的份上，我早就走了。你以为我稀罕你啊？你看，这不是老牛吗？对呀、啊，是他呀、啊。你看这几年，家里不管，电话不打。神无任性，现在回来，你还气不气呢？老牛啊，
当时我就说你，叫你不要再赌下去了，你非要赌。现在好了，保出去几年了，让你老婆在家里，又当爹又当妈，照顾小孩，照顾老人。你作为一个老公，你有尽过一份作为父亲的责任吗？大哥，我不是为了想搏一下，赚到更多的钱，赌赢了就可以改善家里面的经济条件吗？谁知道越陷越深。我跟你说啊，那种东西是不能沾的，凡是沾赌的话，你这个家庭就要破碎了。你看你老婆这么多年坚守的等你回来，你算是幸运的啦。如果是换了别人啊，早就跑掉了。是啊。你以为我娶你一个男人吗？啊，我要是走进大把男人追着我，我是看在有孩子。嗨，那现在老牛你还赌不赌啊？我早就戒了，这几年在外面啊努力工作，现在赚到了十几二十万回来，想补偿他们。你以为你现在赚到钱你了不起了？不是，不是了不起、啊、想补偿你们。想补偿？你拿什么补偿？行了，有多少个日日夜夜熬过来把孩子带大的，你有尽过一个父亲的责任吗？啊，尽过一个丈夫的责任吗？尽过一个儿子的责任吗？哎呀，你也别说了，他竟然回来了，他应该也是改过来了。这些年的话，你带小孩也辛苦，他回来了，如果他改过自新回来的话，你就让他回来吧。我正想把他赶出去，不要回来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你也是，真的是自作孽呀、啊！我当初他头脑犯糊涂了。知道村里面人怎么说我吗？啊？不知道。人家说我活得像个寡妇，知道没有？人家肯定说小孩有娘腔没爷叫，是不是？你以为啊，我有多不容易，你有了解过吗？啊？我体会到了。体会到？老娘，你确定你金盆洗手了吗？我确定，这几年我都没从来没沾过，也没跟那些狐朋狗友联系过。走一句称兄道弟的，你有难的时候，你兄弟有帮过你一把吗？啊，没有，哥哥只会落井下石。哎，老牛竟然回来了，又好好改过自新，把日子过好，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。知道了，老老实实向老婆、向你老爸认个错，把孩子照顾养大。嗯，哎呀，也是的，我看见你这样，真的是像当年我劝你，怎么劝你劝不听。那个时候已沉迷了，沉迷不悟。行了，怂坚练气，你也不能沾那东西啊！是沾的话，我在哪里见我在哪里打你！我告诉你，绝对不会讲了。三十岁，你到六十岁还要打你？知道了。既然回来了，哎，你们就好好过日子吧。就不要出去了。大飞，来我家搞两杯。真的，这几年我赚到钱了，赚了十几二十万回来。你们一家人团聚吃个饭吧，我就没有空了，我还要忙别的事啊。好吗？那我走了。回去。嗯。既然回来了，这次不要出去了，在家种点别的，干点养殖之类的。在家里面养猪养羊。现在孩子大了，需要父亲，需要父亲的陪伴，也是要父爱。知道。把他们这几年缺失的父爱给弥补回来。知道。再长大一点，我告诉你。真的，那你我都不要，我跟你说。知道了，回去。宝贝，这又是你爸爸，叫爸爸。爸爸。爸爸。嗯，好，回去了啊。嗯，回去了。老板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这个不会骗秤的，要是缺一斤的话，我都赔完给你。这样子啊？对呀、啊。那你称准一点啊。准的，准的。嗯，够足够，很开了、哦。三斤，三斤。三斤呢？三块钱，三块钱。竹秤吧，竹秤的，你看，你看，自己干，自己干。哦，哎呀，我不会骗人的，我们这个水果自己家种了，很好吃，是吧？你说好哦，如果缺一两的话，等到你这水果全部归我的哦。哎呀，我说话算数的。算数是吧？对呀、啊。那行，三块钱，三块，拿着。好、哎、好吃，再来买哦。好。哎呦。卖砂糖橘喽、哎！卖砂糖橘喽！卖砂糖橘喽！嗯，这小美女卖这个水果这么甜，她说缺一两
这一斤漂亮，那水果全部送给我。嘿呀，这小女孩，搞她一下。嘿呀，哎，砂糖橘喽，好吃还有甜的砂糖橘喽。喂，美女。哎，老板，你又来买呀、啊？买什么买？刚才我拿回去称了一下，才两斤多一点呢。你说三斤？你骗谁呀、啊？不可能啊！我这个秤是古董来的，是很准的。你都看到了，刚刚我都给你看了。古董的拿这么大一个秤砣，秤得准吗？肯定准啊！我不信你称一下。刚才我回去拿那个电子秤，人家是国际标准的。嗯、哎呀，真的两斤呢，两斤多一点点。两斤三而已。哎呀，还缺了七两啊！你想骗我啊？不可能啊！看你这么正经一个人，还出来随便人。你那个电子秤坏的吧？快什么快？你刚才说的缺斤少两，这个水果全部归我。你说的话应该是讲诚信的吧？我说话算数的。那这个水果归我了。哎，不能这样子。不能怎么不能这样？哎呦，你自己说的，还是怎么样？哼！完了，等一下我姐回来怎么交代呀？怎么办？哎呀，怎么办？才卖了3块钱，完了。水果卖完了。哎，卖完了，卖完了。可是姐姐呢？才得3块钱，才得3块啊？对呀、啊。怎么回事？刚刚有一个大老板，他过来称，他说我缺斤少两。我之前答应他，我说少一两我就赔完给他。那你有没有缺斤少两给人家？没有，我明明看着称的，我都给他看了。他拿那个水果出去。走了之后，然后他又回来说少了，我还称了一下，这样子啊，少了差不多一斤，然后他就把水果全部拿走了。对呀、啊，往那边去了？他好像往那边，我都没有少给他的，真没少啊？没少，我都称要诚信经营哦，我们那做生意的要靠诚信，不能缺斤少两给人家。我没有，我都给多他了。怎么办？还给多了他、啊？哦，那个篮他也拿走了，真的是篮也拿走了。哎呦，哎呀，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是这样，你先在这里等我。哦，好，给这个给我。去回啊！你在这等我先。好的。高价回收砂糖橘哦，高价回收砂糖橘哦。美女，哎，你这里的砂糖橘回收多少钱呢、啊？10块钱一斤，10块啊？对呀、啊，你有没有啊？有啊，肯定有啊。有多少啊？哎呦，10块钱一斤，我那边3块钱搞了几十斤，哎呀，这下就赚了，嘿嘿。美女，有没有老板？肯定有啊，你看一下我这个果亮不亮？哦，这是你家吧？是啊，我准备拿去卖的啦。拿去卖呀、啊？是啊。这样子。那你拿去卖多少钱一斤呢？卖个5-6块吧。我这里收10块钱一斤，你有多少我要多少。这样子啊？对呀、啊，我全部要了。嘿嘿，那行，那我这个水果卖给你，超级甜的。超级甜啊？是啊。我知道的，一般砂糖橘自家种的那种特别甜。你称下多少斤？那确定卖给我了啊？卖给你。啊，全部啊。对，不过我还要吃一个。还吃啊？是啊，你多卖一个就多得点钱嘛，吃什么吃，是不是？这里应该有30-40斤这样子。我看一下先，称一下。哎呀，你这个水果很亮的哦。那必须的。没有打农药的吧？自己家种的。是我。你看这个水果是我第一次收的这么亮的水果。品质好，那给贵一点啊，11块算了。11块啊？是啊。哎呀，行吧，那11块就11块吧。来，我称一下。哎呦，你这个秤准不准呢？肯定准啊！哎呦，蛮秤的哦。50斤，刚好50斤。对呀、啊，50斤，11块钱一斤，就是550。啊，对，550。我拿钱给你先啊。老板，我忘记带钱了。你个收水果的忘记带钱了？没有，今天出门带太急了，我忘记带钱了。要不你我家不远，你到我家去拿一下。
还到你家去拿钱？是啊，我家不远，就在那边。不超过500米，我就跟你去。不超过，不超过。哦，这样还没问题。哎、如果远的话，我不想跟你去了。哎呀，你放心，钱我不会少你的。那走吧。哎呀，那我帮你拿过去吧。行行，过来这边，走。前面是吧？对对对，来。美女呀、啊！啊。哎呀，你家到了没有啊？又说几百米。都走了1公里了，绕过一个山头了，还没到你家。准备到了，还有200米就到了。还200米？哎呀，老板，看你这样子，才走一段路你就气喘吁吁，肯定平时很少，缺少锻炼你。为了你那几百块钱，我要送两个山头才送到你家去。哎，要不我帮你提包吧，帮你减轻一点负担，很快就到了。来来来，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。哎、你提着。看，就是很少爬山的，很少运动的，是。来，走走走，走前面。不远了、啊。哎呦，哎呦，老板啊！你干嘛呀、啊？我先去上个厕所先，肚子有点痛，你先走上去到那，那你等我一下啊、哦。那你快点。啊好。真的是。那你先上去啊、哦，我先去上厕所先。快点啊！啊、哦、好好。这里服了你了。哎呀，这美女真的是，等半天了，上个厕所那么多，哎。完了，我那个包给他拿了，他不会是跑掉了吧？完了完了完了，这美女怎么这么容易上他的当啊？哎呀，真的是，赶紧过去看是吧？哎呀，我姐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哎呀妈呀妈呀，哎回来了，来来回来，那自己看，这个钱都回来了、哎。这个包怎么那么眼熟啊？眼熟吧？哎呦。看我都知道是那个男的，除了那条路他走还能有谁走？哎呦，怎么那么多水果啊？哎呦，你看，你看，哦、肯定是刚才他把那水果拿出来了，然后又回来，所以我缺少给他。这种人就是这样子，喜欢贪便宜。哎呦，这个钱也得回来了。来来来，走，我们回去吧，回去，赶紧走，拿东西回去，快点，快点，走走走。走让你开车了，真的是。老公，你回来了。哎呀，你见什么？哎，老公呢？谁见着见老公呢？我已经跟你离婚了吗？可是我们离婚不离家啊，当初都说好了。说好了。他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你这个黄脸婆，你还叫什么老公？你谁呀、啊？你别问了，还乱叫。他是谁？啊，是谁？马上是我老婆，我马上要登记了。我是什么？你老婆？你这样子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怎么、啊、怎么对得起你、啊？我还没走呢，你就带一个回来。你都离婚了还不走，还想赖在这里白吃白喝，真的是。是啊，臭不要脸了！你叫黄脸婆，正宗的黄脸。我梁冷梅，我不是还不是为了你啊？你为了这个家，我操碎了心。哎，老爸回来了，哎，老爸。这样子对我。熄火，熄火，老婆。这个车是吗？是啊，叫宝马。老爸，你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哎呀，你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，啊、这里没有你的地方啊。给这个钥匙，等给我打开啊。等一下，是什么意思？他带一个女的回来，他就把我赶走。那个是谁？是我马上要结婚那个老婆啊。怎么了？哎呀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你还笑得出口？哎呀，伯父伯父，别生气。你要不要脸？什么都跟他离婚啊？我没同意你们离婚。你们偷偷恼火好不？落屋后板，那离婚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只认一个儿媳。他逼我去离婚了，我不离婚他又打我。你闭嘴！我当初都说好的，离婚不离家，我要照顾孩子，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儿媳，你不用怕，老爸帮你做主。老爸，你要为我主持公道，你要教训一下吗？这对得起我啊？你不啰嗦啊？你对得哎呀，你打我，亲爱的，干嘛？等一下我就推你。你不要推我！哎呀，站好！你看看他，王脸婆，王脸婆，王脸婆，我还不是照顾你，照顾老爸，照顾孩子，为了这个家，上上下下不都是靠我一个人啊？像神经病一样还在这里叫。你对这个家有过贡献吗？静静静。一点文化素质都没有，儿媳，你静下来听我说。他王脸婆，不是他一个人受偿的，他为了这个家，偷税了心，首相是领差喂猪喂鸡，首相
天不亮就起来，带着儿子送去学校，回来还照顾家庭。你这样，你对得起他吗？哎呀，你看看现在我带着个大学毕业的哦，大学毕业，他小学都没毕业。他如果不是为了你的话，他还穿漂亮的衣服，比这个姑娘还要漂亮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不要说人家。如果我不给钱你用，连狗链你都没有，拿来。怎么回事？怎么都拿完了？这个钱，我给你去做啥做生意？我叫你同老婆离婚啊？那神经病还可以锁死你，你想去哪里？当然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我断你的财路。我一毛钱没有给你，我告诉你。哎呀，亲爱的，不要啊，不要，不要到我的手。本来我想赚一点钱，把房子建好，你试一仰头看看。从结婚到现在，小孩没照顾一番，这个家也没照顾一点家务。你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了吗？你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了吗？你尽到一个儿子的责任了吗？你试一看看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美女，她现在这样子对我，她以后照样也会这样子对你。真的要断了。我现在的下场就是你以后的下场。美女，我家的房子，哎呀，别说了，外面下大雨，里面下小雨，你跟他。可是你不是经常给钱他吗？给他去做生意。从今天起，一毛钱都没有给你。我告诉你。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。哎呀，我跟你分手了。那个啃老族的，天天要老爸的钱的，能有什么前途啊？你跟他绝对没有好果。我金坤，金坤不要，不要！哎呀，分手分手！你看，连个车也是开老爸的，你看链子也是老爸的，啥都是老爸的。你看还抛弃这个子女，还抛弃老婆，你这种男人要不得，算了，我不跟你了，我走了。金坤，别走啊，金坤！哎呀，老爸，你看 你是糊涂了是不是？不是糊涂。你不能把老婆抛弃，做人朋友良心。以前我们家穷，他老爸老妈一分彩礼都不要我们家的，现在抛弃他，他不敢跟他老爸老妈说。你知道他在家里是掌上明珠，在你这里，偶像猪狗不如。你这个还有良心吗？你就让他揍死你！做人不凭良心做事。如果你从今天起，如果你不改的话，我当上小你这个儿子。不要啊，我对他好，那每个月的准时给50000生活费我们啊，怎么样？刚开支了，我帮开支，现金没有。从今天起，你对老婆好一点。知道了。明天早上，拿户口本，我陪你去。哦，门禁区。重新登记回来，复婚了。复婚，不然的话，走出家门。老爸一分钱都不要给他，不给他，给了他他又出去外面招家沾花惹草了，你不要给他。出去风花雪月，自己自食其力。你对我们不是一个人，以前我有一点重男轻女的感觉，我宠坏你，你看你这几个姐。做得多好，家人那边对别人家公家婆照顾多好，你整天不顾家出去，知道错了，知道错了，收回家，老婆回去吧，我对你好了，以后啊，对我好，明天开始，你不用喂鸡，不用喂猪，你来喂，我知道了，我煮饭。我洗衣服可以了没有？这样差不多，但是每个月那给一点生活费。300，太少了，够了，以前都给50000。回去，那回去吧。不要拉我，回去了。要不是看在孩子的份上，而且早了走了。而且你以为我稀罕你啊？听老爸说，回去回去，回去吧，回去了啊。哎呀，真的养不教，父之过。从今天起，一定严厉管教他才行。真的气死我了！哎呀，这个锁怎么那么难开啊？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哎呀，哎，哎。
呀、啊，咦，怎么那么难开？哎呦，小偷啊，光明正大的，那么大胆，还站那里一扭一扭的。哎，喂，哎，你干嘛了啊？在这里干嘛呢？我开我家的门，哎呀！你家的门呢？是啊，钥匙掉了。钥匙掉了？是啊。那你干嘛不带钥匙啊？掉了，怎么不是不带？掉了。掉了。是啊，我现在急着取家里面的钱。取家里面的钱啊？是啊，急着取去银行存。我看见你在这里开半年了，都开不开。是啊，钥匙掉了，没办法。那你怎么过来的？撬开啊！哎呀，我。笑开哈，很可惜的啊！这样子啊？是啊。嘿，你不用多管闲事，你可以走开了啊！哎呀，走什么开？我想看你怎么开呀、啊！哎呀，不用看了，不用看了，你走开，不关你们的事啊！啊，兄弟、啊，干嘛？我知道你干什么的，你不用掩掩了。什么干什么的？遮遮掩掩了。说的什么话？说的什么话？你这人一看就，嘿，就是那种啦。其实呢，哎，你别乱说啊！我不是那种人啊。其实我跟你一样，哎呀，同跟你一样同行，同道中人。对呀、啊，你早说嘛！但是，哎呀，你吓死我了。我因为我从那边过来，我看见你在这里开半年都开不出，我都想过来帮忙。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。怎么啦？就会家里面啊，我看见那个大伯存10万到里面去。这样子啊？是啊，他那边卖猪。是啊，我也听说这家很有钱的，是啊，而且还有那个金条锁在那个。今年我就不知道不，我知道他卖猪了。看见了，我有一次我看见他从银行里面拿出来，放在那个保险柜里面，我是一路偷偷跟过来的。他那个保险柜好像这么小的，要直接把他抱走。对啊，我都在这边把风了一个星期了。你把风一个星期了？是啊，我就是看。他经常那个老人也经常在讲，他今天出去了。不过今天不关你的事吗？不过都是我看的。什么不关我事？那问你现在你开得了吗？怎么听说他们家很有钱，就专门换这种高级的锁。是啊，难怪我平时一开我都开得了。对呀、啊。开我开了半天开不了。哎呀，你开不了，我开了啊。你开得了啊？是啊。真的？那必须啊！我告诉你我。的绝活比你厉害多了。哎呀，你是哪一代传人？哎，我这个不会传的哦，你还想从我这里套路啊？哼！哪一个帮派？不告诉你，反正我开得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锁对我来说小 case。这么有人，你来开。你来，等一下。我来开啊。等一下，我们四六分，你四我六。四六分呐、啊？是啊。我才不干。那开锁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才开得了的，你也知道他的技巧比一般人还要难。来五五开，别说了，五五开，五一人一半。哎呀，要不这样子吧，兄弟，五五分的话，哎，要不算了，里面的东西呢，给你吧，我不要，你就给我2000块钱的开锁费就行了。2000啊？对啊。等一下我拿不到那钱呢。怎么拿不到？我保证，这个锁对我来说，分分钟钟把它打开。我一打开，你自己就进去拿东西。我打开我就走人。我怕你是吹牛逼的。什么吹牛逼？你愿不愿意干呢？不愿意干，那我拉倒，我走了。愿意。有没有钱？肯定有啦，你看看，叫你刚刚好2000。哎呦！哎呀，不要抢我的。哎呀，这还差不多。来，我来看。来。哎，我看一下你的绝活。哎呀，不能看哦，不能偷看哦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我十代传下来的手艺，你能偷看吗？哦，那开什么玩笑？我帮你把风。不要偷看啊！嗯，快点，快点。不准偷看啊！不偷看。等一下偷我的学艺就不行了，我跟你说。快点，快点，没等下人家主人回来了。不要偷看啊！知道了。把风，把好风。听到没有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呐、啊！快点，开了没有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差一点，还差一点。快点啦！哎呀，嗨，嗨，哎，真的开了？
他呢？哈，青蛙，你先拿好啊！哦哦。哎呀！哎，美女干嘛？你锁锁门干嘛？哎呀，江小欧，这是我家呀！哎呀，怎么都是你家啊？哎呀，还来我家偷东西，你就等着警察来抓你吧！完了完了，快点开门啊，美女！开门，快点开门啊！我开门给你，就不相当于把你痛苦归山了吗？快点开门啊！你走呀，你走啊！喂，村长，你快点来我家抓到一个小偷，他来我家偷东西。对呀、啊，快点，我把他锁在我家里面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啊啊，我在这里等着。哎呀，开门了，求求你了，放过我吧。来开门呐、啊！哎呀，谁给你的胆子这么大，光天化日之下来我家偷东西啊？哎呀，开门了，喂，小妹，在里面，在里面啊？对呀、啊，进去了。进去了，他在这里，在我家这里开半年，还好我想了个办法，我跟他是同道中人，我就把门打开，让放他进去，放拿东西。关门打狗啊！三妹，还好你醒目啊，不然的话真的是被他得逞了。啊！哎呀，这个小偷大白天的这么猖狂啊！那不是还在里面？看看今天他往哪里跑！快点进去把他抓出来！他一个人还是两个人？一个。哦，一个就没事。我一个女的，我不敢抓，我抓不过他。快快快！哎呀，我说，哎呀，美女，你害了我，你。我什么？我害了你？那是我家，我害了你啊！哎呀，你这个人光天化日之下来我家偷东西，你盯了我家盯多久了？你怎么知道我家有钱啊？我觉得刚才你老爸卖了那个猪。哎呦，真的是，我一看这种人就像是那种惯犯，不可能只做了一次。老实交代，村口那个大波莲那个家是不是你去偷了？是啊，大波莲，这个就是他的作案工具，看到没？大波莲卖了那头牛的钱都是我偷了。哎呀，真的是。村长，我跟你说，前段时间我家还不是这把锁，前段时间有一把锁被撬开过的痕迹。不过还好家里面没丢东西，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法子，把这个锁给换高级一点了。刚好我今天回来，我就撞见他在这里打我，打开我这个锁，打半天打不开，我就想了个法子。快点来！说你看见这种人都不像个好人，你看好吃懒做，有手有脚，不怎么去打份工作啊？长得人偷偷摸摸的。打工是不可能打工了，这辈子不可能打工了，要没有我在呀，哎呀，要没有文化，要没有技术，你还嘴硬是不是？三妹呀、啊，不要跟他说那么多了，直接抓去派出所去，不要、啊，人证物证，不要、啊。既然他不打工，就让他到警察局里面吃面包吧。对，我叫你们老大有脚啊，我是挡住的。